白切鸡的做法。一张图片，食材明细，主料三黄鸡，一只辅料姜，末5公克蒜末，10公克葱花，5公克盐，2公克鸡精，2公克盐。味口味，主工艺一小时，耗时普通难度。白切鸡的做法步骤：一、三黄鸡宰杀，清洗干净；二、葱姜蒜末放入小碗，锅烧热，放入鸡板油熬出鸡油，浇在葱姜蒜末上，放入鸡精、盐拌匀。三、锅里倒入清水，水量要没过整只鸡，放入几片姜，大火烧开，放入三黄鸡浸泡5到10秒捞出，放入冰水浸泡2分钟捞出。再次将三黄鸡放入锅里，加盖烧开，转小火焖煮1-0分钟，关火焖20分钟。四、将鸡捞出，放入冰水里浸泡10分钟，至三黄鸡完全冷却。五、将三黄鸡捞出沥干水分。六、斩块装盘。七、成品。八、成品。九、成品。